香港媒体《明报》报道，舒淇于去年九月与冯德伦在布拉格秘密结婚，正式成为冯太。婚后他们继续贯彻低调作风，很少谈及感情事。近日他们趁空档开脱到日本旅行，放下戒心，甜蜜互动过程被网民拍下，视频火速疯传。视频中两人高能秀恩爱，牵手当众甜蜜亲吻，用餐时两人相依并肩而坐，说笑不断，幸福指数满满。一同用晚餐时，舒淇还甜蜜喂食冯德伦，当众大撒狗粮。不知道是不是不满私生活曝光，3月29日下午，舒淇在社交网站上在一头乱发眼神发怒的照片，留言：我怒了。